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好，阮上帝话吼，真做咱的帮赞，甲祝福我咧。啊，咱今仔真欢喜看见到啊，有侪侪遮个朋友吼，甲咱三日教会来到伫啊，遮尔水的所在啊，粉红深诶、欸，这是叫啥？我想，迄、那个字上上迄个伊名字名称上，我说这常常我念袂出吼。粉红城堡吼，水漾教堂啦吼，所以咱迄、那个啊，真难得有这么好的机会啊，来这么清幽的所在，这么水的风景啊，来啊享受吼，上帝所赏赐予咱这款啊新心灵得到超棒的机会啊呢。啊，而且过程中间，咱啊今仔日的经文在跟咱讲上帝吼，真疼世间人啊，吼啊安怎样疼世间人？哦，我想下面咱要用一个故事吼，帮助咱来了解安尼。啊，伫以前吼，啊有一个法官吼，法官啦吼，啊伊有一个真好的朋友，啊这个朋友吼，啊虽然甲伊作好，总是这个啊朋友啊啦英年早逝啊，就是讲这个朋友真早就离开这个世界。啊，因为伊甲这个朋友作好。啊，所以这个朋友要离开世界之前，有交代这个法官，吼、哦，讲啊，我有一个梦，佮有一个三个月大的啊男婴吼、哦，啊，拜托你帮我照顾我的太太佮我的孩子安尼。啊，所以这个法官吼、哦，啊，伫伊的朋友安尼交代，吼、哦，交代伊这个啊任务的时阵吼，伊嘛安尼欣然接受吼，伊嘛甲这个伊的好朋友讲，我去，你放心，我会好好的照顾你的太太跟你的儿子安尼，啊，所以这个法官就将这个囡仔吼当作家己的囡仔安尼，吼、哦、来对待啦，吼、哦、啊特别当这个伫囡仔这个成长的过程当中，这个法官啦，拢会提供上好的这个教育，吼、哦，还讲上好的这个伊的生活条件，拢给这个小男孩安尼。吼，会当讲这个法官将这个小男孩吼、哦，当作家己的家己安尼，啊，总是因为这个法官吼、哦，伊有一个个性，就是讲伊无唔盲讲吼，伊做的这好代志吼，互别人知，所以这个法官一直拢无甲外面的人讲这个小男孩甲伊的关系是啥物，所以外面的人都不知道这个小男孩跟这个法官的关系啊，吼、哦，啊，因为伊。啊，有那是很低调哦，在行事安尼。啊，所以这个法官常常暗中来帮咱这个囡仔。啊，当这个囡仔大汉了吼，啊，我感觉讲哇，这个囡仔没有学到这个法官的公正的品格，反倒当然啦，这个囡仔去加入黑帮，哦，加入黑道，哦，去做流氓安尼。啊，有一天，啊，这个囡仔吼大汉了后，哦，加入这个帮派了吼，伫咧个人火拼的过程当中，啊，这个囡仔吼去放火啊，纵火，哦，把人家的那个财物吼，哇，全部拢甲烧了了咧，啊，佮伤着足侪人，吼、哦，造成真大的损失啊。啊，结果发生这个代志的时阵吼，这个帮派分子全部拢走了了，结果啊啦，这个囡仔走了相反。叫警察抓到，哇！警察抓到了，完了，该提起公诉了。迄个时阵，这个男孩21岁，哦，却真多安尼众人的敌人安尼。啊，这个审判的案件吼，哎、欸，拄啊好，刚好吼，交予迄个真疼伊的这个法官吼来审理了。哦，这些法官，哎、欸，那拄啊好，刚好这个小男孩的。这个男孩的案件交给这个法官来审理，啊，这个囡仔的老母吼、哦，知影了，伊伫暗时偷偷啊来找这个法官，哦，这个老母甲这个法官讲法官啊，我知你真疼这个囡仔，你嘛看伊从小到大，看他长大，啊，你若破伊有罪，伊的年轻的岁月会伫监牢里面度过。而且伊阁爱赔人足侪钱啊，因为伊放火，将足侪人的这个财产啊，
给烧毁掉啊嘞。哦啊，所以这个当妈妈的人求这个法官说，嘿，法官啊，你这样受人尊敬，哦，你这么受人家尊重，哦，你可知这个法律哈、哦、很多的条文，哦，求你一定要在这个法律的当中为着这个囡啊找一条出路啊。哦，我知道你是法官，你法律很懂，哦、很懂这些条文，你要帮助这个孩子，让他走有一条出路可以走出来。结果这个法官回答说，好，安尼我知啊，我要安那子，我知道怎么做，请你回去。你听好这个审判的过程，加等啊，哦，最后到底这个宣判那天，这个年轻人来到底这个法院。啊，当伊入去这个法院时阵，一句话拢无讲，一句话也不讲，啊，伊表情是非常的倦怠啊，哦，因为伊这个审理的过程真长啊嘞，啊，伊嘛足惊吓的，哦，当伊到伫这个法院时阵，伊甲这个法官看了一眼啊，哦，因为伊他认识这个法官，哦，这个男生，啊嘞，进入法庭的时候，看了法官一眼，然后呢，就拢。不恭维，哦，不说话。啊，经过一段这个啊审理的过程，哦，最后这个法官站起来，哦，咱在讲迄个法院哦，伊咧审理了，最后法官会站起来宣判嘛，哦，啊，最后这个法官站起来宣判，这个宣判的结果哈，哦，一点啊拢无人意外，等于讲这个法官宣判这个年轻人有罪，哦，因为他纵火。哦，烧坏人家的这个财物，也烧伤了很多人，所以按照的公约标准，这个法官宣判他有罪，哦，都没改领命了呢。啊，所以这个年轻人，这个宣判了，伊除了爱在这个监牢里面，哦，服刑以外，伊嘛爱赔偿，哦，纵火哦所烧掉的一切的损失安尼啦，哦，伊除了可能关以外啦。伊还阁赔遐个伊烧掉的遮个物件咧，哦，而且这个赔的金额吼真多啦，超过这个年轻人所能够支付的。结果这个年轻人听到宣判了吼，整个人呆坐在椅子上，哦，很绝望的呆坐在椅子上。伊发觉就讲，伊感觉讲伊的一生，哦，可能会用安尼来失去前途，因为伊爱互人乖，爱阁赔钱啦。啊，那个钱是超过他能力范围的。正是这个法官等于宣判判毒了，以脱下他的假发，脱下他的那个法官的外衣，哦，对台下顶行下来，哦，手拿着公事包走下来，哦，走到这个年轻人的边啊，底这个年轻人的边啊，很温柔的，加温柔跟这个囡仔讲，讲孩子，我爱你。哦，我已经将我的厝跟我的车提抵押，哦，我阁将我的土地卖掉，哦，并且嘛借一大笔的钱，借了一大笔钱呐，啊，哦，我要为你所需要赔偿的一切哈，哦，我要帮你把这些赔偿的部分，帮你把它偿还掉。啊，除了这以外呢，这个法官嘛鼓励这个年轻人讲，你也当伫这个。监牢里面吼，好啊，读册啊，吼，你将来伫监牢里面好啊，读册了，你还可以考大学，吼，一切还可以，还来得及，吼，我会常常来甲咱甲你探访啊嘞。刘宇，我唔知咱听到这个法官甲这个男孩的故事，有啥物款的感想？吼，其实咱所信的这个上帝，伊是公义的上帝，他是公义的神。正是安那，上帝嘛是慈爱的上帝，他也是慈爱的神。哦，就亲像这个故事里面的这个法官同款，哦，伊足疼这个男孩，正是伊嘛是爱照着伊的公义来行事。所以上帝的公义袂当予伊放下，哦，伊的这个阻碍啊。哦，神是公义的神，哦，神的公义不能让他放弃他的慈爱。但是上帝的阻碍也不能让他放弃这个公义的原则，所以当上帝看见就说这个世间人啊，多多这些犯罪的时候，他必须要
兼顾哦，同时兼顾公义跟慈爱的原则。啊，变安怎做？我上帝是公义的上帝，伊嘛是个慈爱的上帝，总是伊看到人啊啦犯罪，犯罪互伊足艰苦的时阵，伊变安怎做？哦，上帝选择用伊的子耶稣基督来为所有的罪人流出宝血。哦，神用他的儿子耶稣基督为所有的罪人流出宝血，哦，用死来付出罪的代价。所以今天我们所看的圣经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跟我们说啦，说上帝将他的独生子赏赐给世界所有一切人，哦，不是只有台湾人这样而已，哦，日本人、韩国人、哦，泰国人，哦，所有非洲一切的所有的人，上帝都将他的子赏赐给这一切的人，让既然信靠耶稣的人灵魂未沉沦，会当得到永恒活。所以上帝疼世间人疼到这款的程度啊！我想这就是一款上帝对人类真奇妙的疼，而且这款的疼是充满稳定的疼，哦，恩典的爱啊！我而且咱伫这个圣经里面，咱伫这个日常生活当中，特别在教会里面，咱常常听到恩典这两个字啊，哦，恩典这两个字，咱常常听到。啊，什么叫做恩典？什么叫做恩典？哦，恩典就是说我们原本不配得到的东西，但是我们却得到，哦，这叫做恩典。所以上帝将这款天的恩典，哦，修饰给人，哦，所以上帝在咱啊，原本做罪人的时阵，哦，我们还不认识神的时候，还在犯罪的时候，哦，上帝的将伊的子赏赐给咱，为着咱的罪定期的是决定。所以伫这过程当中，咱来想，哦，上帝，咱还未做任何的代志之前，上帝就为咱付出这么多，哦，而且呐，将这么好的礼物，让咱的罪会当得到洗清的这款的礼物赏赐给咱。啊，总是有的人伊嘛安尼想讲，迄，那个基督教吼，常常讲人有犯罪啊，啊，我也无杀人放火啊，我没有杀人放火啊，我没有犯法律的一些条文啊，啊，那现在常常听到这个教会的人讲吼，常讲哎，我有罪，哦，你有罪，我唔知讲咱对这个罪的观念安怎想。我请问咱大家吼，咱感觉受气过？我们曾经生气过嘛？有。啊，咱感觉安尼有那种啊，嫉妒的心，还是讲捌万分过，还是讲啊，咱捌看到好的代志无去做，哦，我想加减。哦，圣经对这个罪的标准真高啊！哦，包括咱心里想的、心里想的，哦，我们头脑意念的不该有的，哦，遐个物件伫上帝的这个目睭中，拢叫做罪。特别圣经有一句话，安尼甲咱讲，伫雅各书四章十七节吼，咱来当甲写。雅各书四章十七节安尼甲咱讲，讲人吼，当一个人伊知影行好的时阵，却无要去行，迄就是伊的罪。吼，人若知道行善，却不去行，这就是他的罪。啊，所以上帝创造这个大自然，创造这个世界，让人来管理这个世界，管理这个大自然。上帝就是希望讲，人会当啊啦，伫这个伊所创造的世界，好好啊来管理，好好啊来做好代志。总是咱大部分的人，哦，敢拢看到这个好事，咱拢会主动去做。哦，我想无拄拄啦，有时咱有迄感动，做时啊啦，欸，咱无去做，吼，安尼伫上帝目睭中，伫上帝的头壳内面，安尼有可能咱就是无尽到迄个好的关键的角色。上帝爱咱去做好代志，互咱爱去帮助人，爱去经营这个上帝互咱经营的人生，咱无好好经营，吼，这伫上帝的目睭中，拢是啊得罪上帝。总是上帝将伊的子赏赐互咱，吼，互咱会当借着伊的子，将所有的罪归伫伊的子身上，予咱呾呾伫将来借着耶稣基督，将所有的罪完全得到洗清，予咱会当恢复
甲天父上帝迄款白囝的关系。哦，所以圣经内面正特别强调迄个关系啊，哦，关系很重要。我想咱在座吼，有迄个父子关系嘛，吼、哦、啊，有即个亲子关系。啊，有一天吼，那些书有一个即个十大青年吼，常常招来咱兜，甲咱讲，吼、哦、讲，我要继承你的财产，我要继承你的财产。我请问即个志勇兄，那即、這个？一个那个师大杰出青年吼，向阳招来领导讲，我要继承你的财产，你敢要让伊继承啊嘞？我想大部分的人拢袂啦吼。哦，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一个师大杰出青年招来领导讲，要给咱继承咱的财产，咱不爱让伊继承，伊跟咱无关系嘛？哦，没有亲属关系嘛，没有父子关系嘛？哦，所以圣经真重视这个关系啦，特别人跟上帝迄个关系，圣经特别重视啦。吼，因为圣经甲咱讲，人离开这个地面上了后，咱将来要到伫天顶来承接上帝为咱预办迄个天国，因为我的福气啦。吼，我们将来离开这个地面上之后，我们会到天堂去继承神为我们预备在天上的一切的东西啊！啊，所以当人跟上帝有建立迄款白子关系的时阵，我们成为天父上帝的儿子的时候，哎、欸，我们将来到天堂、天上了吼，天上就可以继承天父上帝为我们预备的一切。所以刚才上帝今仔日啊，通过这个礼拜。伊嘛要将即款的礼物，赏赐予咱在座每一个兄弟姊妹。哦，只要咱打开咱的心门，来接受耶稣基督，咱将来离开这个地面了后，咱将来到伫天堂，就会当得到上帝为咱预备天国真水的一切。所以伫遮，我请问咱大家，吼、哦，不管咱是啊是毋是基督徒，只要你愿意打开咱的心门。来接受这款礼物的人，好，伫遮我来做一个邀请，请咱将咱的手放伫咱的心的顶端。你渴望得到这份礼物，渴望得到神为你预备将来天堂永生的福气的弟兄姐妹，好，伫遮，请大家把眼睛闭起来。好，我要带咱来做一个祈祷，好，咱伫将来买当得到天国永远的福气。好，啊那。有感动的人，吼、哦，牧师念一句，吼、哦，请咱对着牧师做回来念，吼、哦，我念一句，那大家跟着我念一句，后来咱做回来祈祷，吼、哦，亲爱的主耶稣，我是一个罪人，总是你有缘听我，伫十字架顶为我死。求你用你的宝血洗清我的罪，赦免我一切的不对。今晚我要请主耶稣进入我的内心，请做我的救主，来管理我的生活。请主耶稣接受我。永远吃做你的子儿，搁赐我平安，喜乐，甲永远我的活命，奉主耶稣的名求，阿门。后来咱甲边的人讲，咱已经得到耶稣所赏赐予咱的礼物，后来咱甲耶稣赏赐予咱的礼物，后来。咱接续吼，来吟一首回应诗啦吼。伫咧吟回应诗的过程中间，咱啊详细来进行奉献。吼、哦，咱头阵也有吟这个哈利路亚慢板，吼、哦，迄首歌啦吼、哦。啊，所以等咱咧吟这个哈利路亚回应诗的时候，咱请奉献人员吼、哦、来为我们预备奉献。后来咱
来，咱坐咧吟吼，吟哈利路亚，来预备，来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阿门，哈利路亚，哈利。来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，哈利路亚，哈利。Alleluia, Amen. 好，再一次来。Alleluia, Alleluia, Alleluia, Alleluia.大家站起来哈！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阿门。这是咱三个来祈祷。亲爱的主，很感谢你，好有这个福分，会当三个组织伫遮来敬拜你。主啊，这是是阮教会耶和礼拜，也是阮教会全教会神的活动。恳求主带领阮的平安甲安全。主，阮嘛将阮的心意奉献予你，求主将阮的心意成做教会信仰的路径，会当做主你传福音的帮站。这时，阮要用用感恩的心来奉献予你，恳求主感恩，安尼祈祷。奉主耶稣的名来求，阿门。请坐，好，请坐哈。你请这个彼得执事哈来报告。